走，里面啊，进去啊，进去点啊，啊做好自己这些，走进去，进去，里面一点啊。坐啊，进去里面坐、啊。那你跟弟弟啊，六号桌来，要吃六号桌，六啦，林聪明，啊，你要吃什么？鸡肉饭还是肉燥饭？鸡肉饭，肉燥饭。卤肉饭，各一个好不好？一起吃。啊、要喝什么汤？我要一个。蛤蟆汤。猪脑髓。蛤蟆汤。下水汤。没有蛤蟆汤。公鸡。要不要空心菜？公鸡。空心菜一份。要不要吃鸭血？鸭血来一份，我问他，我用电脑系统问一下，这个鸭血干的跟汤的是有什么差别？汤是干锅汤。哦。汤你拍的上十八八，还汤要洗澡呢。阿阿辉是大嘛？哎，拢会使，我要做汤要做大拢会使。阿辉哦，你是米雪哦，米雪，对对对。哎，可能是重规章安尼啦。OK 哦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哎、啊，唔是哦，这边啦，两边都可以点。筷子、汤匙嘞，有，还有饮料哎。你要什么？啊，等一下要吃刷边哎，麦香。还是草莓。我要这个。这个。拿，要什么自己拿。我也要波蜜。吸管在这里。吸管，不要吸管。好了，坐好了。饮料。脑髓要不要喝看？猪脑髓。70，一定要就70。我忘记算你了。需要小碗吗？我们要碗吗？买个汤匙需要。哎，对哦。好。哇。来，帅哥，那你呢？你要说谢谢，账单。我打不开。哎，应该一人一碗饭才对哦。那个弟弟啊，他们吃一碗够吗？
对啊。他是我的。他是我的。对啊。啊，你跟弟弟分一半好不好？我跟弟弟多一点点。一人一半。中间。哦哦，他的乳汁好多。下水汤看起来不错，看弟弟哦。我要去拿石头。汤匙。我要去拿一个汤匙。你这么大了，你我用那个。哇，好丰盛。你啊，在干嘛？用了啊，这个可以吃，空心菜。腌萝卜吧，就是腌萝卜哦。对，嗯，对，它是白萝卜，然后下去腌的，变成黄萝卜，用色素下去腌。它外面有人把它腌成紫色的啊，你看，去深圳的那里。哦，紫色的，看起来比较健康。鸭血三十，那不好吃哎。去吃。嗯，不要。好吃吧？饭都是三十。吃饭饭，掉满地耶！那个不要给我吃，掉地上了，帮我，再给我掉，拿进去捡吃。番茄酱，好吃。下水汤，嗯，嗯，好吃哦。
猪脑，猪脑水。哎，注意看，猪脑。吃，赶快吃，林大瑞，赶快吃哦，赶快吃。好吃哦，我吃完了，你吃太慢了。跟你很好。够吗？不要掉饭。吃最慢哦，姐姐还比你快哦。嗯，是脑髓跟那个脏器的一样。吃，我们多料，慢慢吃。鸭水汤。好好。妈，我现在下。嗯。爱吃你们两个。我们姐姐都吃完了，
还没有吃干净。好爱吃。菜菜也要吃。两个，好爱吃。爸，你看我的这个前面的牛还好吃，我的更好。等一下回去帮你点。你的饭吃完了吗？喂他吃，喂姐姐吃。吃太慢。快点吃。汤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都吃完。卫生纸呢？多少？现金230。那么多东西都300块，还有饮料，300多了，要帮我拿。230再加70多少？230，300，因为3+7等于10。嗯，我要吃。
的生日先到九月份的。对啊。我。然后就你。然后就你。奶奶吃多少？奶奶吃多少？快点吃啦！那你吃。然后再换。可是要如果绕路里的时候，你不要再想话，还要吃。对。啊，吃饭不要想话，还要吃。